真的蛮难。悟空，悟空，这么多佛像。厉害啊，厉害啊。啊，好累啊！我知道，然后它的一个运动能力非常的丰富。那其次呢，它的一个语音系统是我们跟腾讯合作的，所以说可以用一些 QQ 音乐、喜马拉雅的一些资源。同时呢，你在生活、学习、情感上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问我们。它的一个头顶呢，还有一个触摸的传感器，那你每次摸它的话呢，它有不同的，再摸我就要晕倒了，有不同的反应，去增强它的一个语音系统。啊，它头顶的摄像头可以帮我们拍照，远程可以进行视频连线，还有一些 AI 的属性，包括人脸识别、物体识别和背景阅读的功能。悟空，悟空，有请读书。翻到任何一页、任何一个角度，它只要能识别得到，它就可以开始这本书的一个阅读。带出去出差的时候，也可以用我们的4G流量上网。那这边就是我们的一个小悟空机器人的一个基本的功能演示了。那右边呢，是我们人形机器人的一个发展的历史。